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主的话常常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，我们能够继续的为福音齐心努力。十点钟之后呢，我们的频道要更改为短波31公尺93.9千赫，所以待会儿信号声过后，请您记得更改频道到短波31公尺93.45千赫，继续收听我们为你安排的系列节目。愿神赐福给您，这里是良友电台第一台。一起研读希伯来书了。今天我们对希伯来书的研读已经进到第11讲了。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请你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呢准备好心灵，一起来收听希伯来书的讲道。